橘子，太神奇了吧！这能吃吗？我来尝尝。很甜啊，很好吃啊，没问题。这也太棒了，梅花鹿身上竟然可以长橘子！你可别胡说，梅花鹿的身上怎么可能会长橘子？肯定又有人在捉妖。有妖！宝贝，你别害怕，今天让妈妈给你抓凶手。会魔法。是妹妹，婉儿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橘子啊？这是我买给哥哥的。你压岁钱不是用完了吗？你哪里来的钱买的？哥哥的压岁钱不是没用完吗？哥哥的钱买的。啊！你为什么要拿我的压岁钱？不是我拿的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妹妹要去玩吗？我不去。那我走了。不是哥哥的钱吗？我捡到哥哥的钱呢。他去玩肯定会累呀。然后呢？累了肯定会想吃橘子。对，所以我才给他买了橘子啊。什么？我想吃橘子？是你想吃吧？啊，你不想吃啊？